看看新闻网。相比疑似怀孕的黄奕，以下的这些明星们则已经沉浸在为人父、为人母的幸福中了。香港著名演员郭羡妮在拥有了自己的女儿凯莉之后，就和许多明星妈妈一样，十分热衷于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宝贝女儿的可爱照片与粉丝分享。而小凯莉萌劲儿十足的样子，也为妈妈郭羡妮赚足了人气。